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不是，您睡得太香了，我没舍得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不许任何人出去，怎么能让他出去呢？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，就放行了。再说萧寒他还在，那几个人也都在，就没什么问题吧？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？今晚8点，统一行动，可以开枪。不对，不等了，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，快！是，走。睁大眼睛啊！给我搜！是是，快过来！这边，快我过来！是是是。卢营长，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。